他在另一个直播间看到了 AZA，嗨，你好，你真是穿梭于小姐姐，你好吗？我很好，明明你好吗？我要去见个日本朋友，你什么时候去啊？什么时候去见日本朋友？现在。哇哦，那你注意安全哦，玩得开心。嗯，好的。这晚上可得早点回家呀，大晚上的一个女孩子在外面不太安全。打扮得美美的，然后去见你的日本朋友。你是在，是这几天在网上认识的，还是你很早之前就认识了？哦，哎，真好，会日语还能交到日本朋友。哦，那就好，那不好。拜拜，Hello，阿尔贝托，你在干什么呀？我今天头晕、头疼，默默走了，默默去找他的朋友去了。Yes，他已经走了。默默 leave stream。我现在头好疼呀，这会儿我好累啊，I'm so tired，今天真的特别累。你在喝什么，小姐姐？我在喝白开水，你知道什么是白开水吗？我在喝白开水，世界上最有营养价值的饮料哦。Hot water，热水。Hello, Sophia，我今天怎么这么累啊？Hot water，热热的水。Hello, Sophia，最近好吗？我的摄像头已经模糊了，我的头发都是断的，我需要换个手机了。酷吗？Hello，你好。好累哦。我家的小狗还在那儿站着呢，它还没有吃饭，我不想给它吃饭。你想唱歌吗？哈哈，我唱歌太难听了。你昨天开英语直播吗？我昨天开了英语直播，我昨天开了英语直播，但是我不敢说英语，而且我的英语就那么几句，被很多人吐槽说我英语说得太差了。一个西北人把英语说成了东北味儿。对，所以我现在每天都听大量的英语对话。英语日常对话以及看各种，看很多的大量的那种英语书籍，所以我觉得好像我自己在慢慢的变好。Yes, I like taking pictures, but I'm bad be good at them at the same time。我也喜欢拍照，但是我的拍照技术不咋地。Hello，直播间的朋友们，请告诉我你们喜欢拍照吗？我喜欢拍照哦。但是我的拍出来照片都特别的不好看，我准备买一个相机专门拍照，然后我以后旅游的时候可以去。我想买个相机，
I want to buy a camera. Hello, Emma. Thanks for coming. 谢谢你，苏菲亚。其实我一点都不厉害，我只是脸皮厚而已。敢拼敢闯，即使我不会说，我也敢开。嗨 ，Emma，好久不见哦。你喜欢拍照吗，Emma？Hello, Air. Thanks for coming. Do you like taking picture? Hello，你好，是 A 是什么 A 还是 A 傻？请问你来自？你是哦，A 级，下午1点10分。哇哦，cool。I want to travel in Egypt. Egypt. 啊，我现在头好晕啊，我好累啊，不知道今天怎么回事。I don't know. 非常的累。Yes，我想看金字塔。我想看金字塔哦。古埃及，我想去。我想去看看很多年前埃及人民的智慧。我想埃及美丽的国家。Yes，it's very beautiful。啊，太累了。Welcome to China. China is，哦，谢谢关注。中国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家，它有很多文化，然后各种各样的美食，八大菜系，还有还有不同的文化，还有每个地方他们的方言也是不一样的。是的，我想去中国。那你有时间，欢迎你来中国。到时候如果我有时间的话，可以请你吃饭。Hello, Jerry, thanks for coming. 如果我有时间，我请你吃饭。I pay for you vegetables. 来中国吧，现在中国的天气很热。中国的天气的话，这得需要得看地方。其实都说就是中国的天气很热，但是我所在的地方，其实每天一直有，昨天就只有10几度，然后不是太热。然后我今天穿了2件衣服，一件衬衫，2件衬衫，还有一个 T 恤，我穿了3件衣服。所以说，并不是在中国所有地方都很热。大体来说都很热，但是也有一些地方比较凉爽，比如我所在的地方。Hi，李小龙，Thanks for coming。李小龙，你是来自埃及吗？哎呀，Thanks for coming。今天冷吗？今天不太冷，今天的温度稍微高一点，最高温度应该有28度了吧？比昨天，因为今天有太阳，所以比昨天稍微热一点。埃及的天气很热，哦，就是太热了也不好，太冷了也不好，就稍微凉爽一点还是好的。相比我的话，我还是喜欢比较热，但是大多数人受不了热，也受不了冷。我比较喜欢热一点，因为我比较怕冷。哇，来自埃及的李小龙，请问你为什么要叫李小龙呢？你是知道中国有个人，他叫有个功夫明星，不是功夫明星，有个会功夫的人，他叫李小龙吗？Hello，敖孟德，好久不见哦。
我的直播间总是人。